今天出来转转，到处看看，在县城周边转一圈看一下，到处拍拍。现在来到这个城头这边看一下，城市投资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管什么的，好像是那个县城那个停车位都归他管，很多项目。这是共产党的承包下来的私人项目，好像是。在网上听说这个的是油水部门，挺厉害的。看一下，这边就是藤县城头，城寨初心，投注辉煌。哎，口号喊的，但是倒是挺响亮的。哎，这些个企业，前段时间因为酒驾被那个交警把那个驾照给收了，还要学习。现在开着这个摩托车出来。开个摩托车出来转一转，到处。没办法，现在要半年吧，半年后那个驾照才可以领到，要不然连车都开不了。稻谷，农村周边的稻谷。前面就是县城，这周边这些差不多了，还有一两个月吧，一个多月应该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这边就是这些农村，这边是一个草莓，种草莓的。这边是一大片种草莓的地方，还没到季节，到时那个草莓熟了就可以过去采摘。这些都是菜地，种菜的。把车停在那边，现在到了一个那个盘东镇。现在不是今天好像不是赶集日，没怎么人呢。去前面转一转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小镇，今天不是赶集日，过来这边。这有点小作坊，都是做那个代加工这些。今天没有看那个是不是赶集日就过来，碰上了就拍一下。转转前面，
前面好像人多一点。哇，你看什么？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，留守老人比较多。有一股臭味，那个垃圾的臭味。这个卫生条件还是挺差的，远远都闻到一股那个垃圾的臭味。这边是一个市场，这个菜都摆到马路上来，他们都没有一个菜市场。马路上的摆菜卖菜，虽然不是赶集日，但是人一点点吧，不多。田螺鸡粉，这边卖猪肉，卖猪肉，卖白猪。广西这边就是嗦粉，什么螺蛳粉啊，老友粉啊，哎，多的不得了，炒粉、汤粉。阿七分店柳州螺蛳粉，一个镇，这里是一个镇，不是农村。这是一个镇的集市，看样子还是比较落后的。这街边的这个东西，这个垃圾，都堵住了这个停车位。不让人家停，人家城头画好的线，但是你停这个白色线呢，还是要收费的。这有一家药店没开门。这个是一个国道，这个车流还是特别多，都是那些大型车。现在开摩托车的话，我还是比较专业的，
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从广东回老家，开那个摩托车，开十几个小时，现在开摩托车还是挺顺利的，挺顺手的。虽然那个小车牌没有被扣了，现在就是白天开这个出去兜风。这个是二级公路，看一下，车流特别多。这里是桃源湖，广西四星级乡村旅游区，走进去看看，看看里面什么情况，去走走。进来这边很幽静的环境哦，从这边进来的。哦，这里有一个这个什么桥，这个跨桥，这什么地方，过去看看，不知道要不要收费。这桥还是挺好的。这应该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吧，建得这么好。走过这个桥，看这么多那个满天星的灯，晚上来应该挺好。白天来一般，我这个桥一晃一晃的。穷乡僻壤的地方，这个桥，这上面挂的是满天星。这晚上应该是一个挺不错的风景，白天不怎么行。这个桥一晃一晃的，走的在中间有点心慌。这边有一个小鱼塘。这边也是，这属于我们当地人叫山塘，山塘里面的养的鱼比较清甜好吃。一晃一晃走上去看看那边还有什么景点。这里看过去这个桥建成这样子，吊桥，属于一个吊桥。
这里是游泳，游泳馆，白天没有人。那边看一下，那边好像有点人在那边搞那个什么，从山上滑下来，不知道爽不爽。去看看，这里面游泳馆今天肯定是没人，国庆已经过了。这里的景点应该就是这里，走上去看一看，拍一拍，先拍拍这个游泳池吧，等一下再过去那边游泳池这边。水都没有，有一点点，这个水脏的。哎呦，这就是还游泳，没有没人，这人比较少，兴旺不起来，估计那个投资者的对这个都不是什么了。就那边有滑沙了，荒凉啊，这些东西都好好多树叶。这个洗手间脏兮兮的，走上去看看这个度假村，没有什么人，只有几个女的在上面。这个从上面滑下来有50多米，刚才那边就是游泳场，吊桥那边。哦，上面要下来，拍他一下。下来，操！吓一跳，把我也给吓一跳。哦，原来这里还没开放啊，还没开业，免费玩的都是。肚肉鸡叫啊，果然啊，等你拍你那边地方老动不我会令老动的吗？没没干，才得两年，才得两年，赖哪得有脱缰了鬼啦，这得等你装装，脱缰半个钟，挖落挖落30秒，得成句喎。啊，好句白渣，好句白渣好多。我系拍焦个，我拍自己个，我拍自己啊。挺多人的吧这里，现在还没有开放。这个还没有开放，这个。那美女说不让拍他们，我没拍他们，我拍自己啊。
鸟语花香，还没有开业，原来开业也是一样，说是没开业，现在的老板都是这样的。这里有一个荡秋千，坐一坐，我也累了。今天没有那么热，比较凉快一点。如果是太阳太晒的话就不行。玩的是不亦乐乎。这都是山，都是树。一路走过去看看，没有什么特色，这小度假村。这些基本上吸引不了外面的游客，都是本地周边的人过来这边看看。没有什么特色。